铁龙族呢，终于发现了，长出第三根铁龙族，哦，就在这下面。那我还不想挖它，因为铁龙族呢，不怕出清，我等它长大一点呢，再来砍它。种了第二年，终于看到铁龙族长出来了，不错，这个是一个好消息。那也是代表这个农户呢很不错，我既然可以看到土有破土的感觉，这是我第一次种竹子呢，有竹笋的采收，也是第一次让我知道，竹笋的采收原来是可以看土的外表就可以知道底下有没有竹笋，不错哦，加油！这是我们家的秋葵啊，那个这个今年呢，始终到现在为止，都还不曾帮他上支架，因为他今年长得比较强壮，但是我是有稍微护一下土啦。那总之他长得不错，到现在为止呢，都还没有帮他做支架，赞哦。那最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像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做的记号，这个是今年要留种的秋葵。OK， 这是咱们家的秋葵，只有四颗而已，但长得不错哦。加油！今天是在菜园子一跟二呢，把这些菜苗都种下去。这是釜山莴苣，那因为没办法，因为这几天呢刚好都很不巧，最主要一开始不在家里，然后接下来呢又是艳阳高照的日子，然后又是突然下的太阳雨。这一批菜苗长得并不是很好，但它已经到达地质的程度，所以只好把它们地质了。那这边的是苋菜，那苋菜呢，其实它本身来讲种在蟹盆里面呢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呢，它还是长不好。那所以今天也是一起把它都做了地质，希望台风呢，是真的如我所预期的，没有入境台湾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躲过一劫。OK， 这是我们的菜苗，全部都地质咯。